G315 沙漠御行公路网红打卡地。朋友们，看看这趟沙漠公路啊，看看天路，太美了。哎，这趟天路啊，美不美？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的 G315 国道780公里处，有一段 U 型公路，因路面随起伏的地势飞舞，仿佛直指苍穹的天路。 U 型公路是青海网红打卡地，其沿线分布着大柴旦翡翠湖、乌苏特牙丹河东台及乃尔湖等诸多景点，因此就引得众人前来打卡，还被人冠上了中国版66号公路的称号，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拍照。这条看似通天的公路，就是近年来青海的新任网红，它是通往新疆的公路，请大家在此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风景没了还可以再看，但生命只有80公里处，有一段 U 型公路，因路面随起伏的地势飞舞，仿佛直指苍穹的天路。U 型公路是青海网红打卡地，其沿线分布着大柴旦翡翠湖、乌苏特牙丹河东台及乃尔湖等诸多景点，因此就引得众人前来打卡，还被人冠上了中国版66号公路的称号，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拍照。这条看似通天的公路，就是近年来青海的新任网红，它是通往新疆的公路，请大家在此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风景没了还可以再看，但生命值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天路啊、哦！看一看这条天路，沙漠公路太漂亮了。哎呀，直接干上来了，看一看，太美了。朋友们啊，看看这趟沙漠公路漂不漂亮啊，走过来了，来这块啊，哎，过来了啊，看，就是这趟路，我们来了，这是我的车啊，哎，太美了。车开过来啊，这条沙漠公路。这么多人，山上也有人，地下也有人。到这条路走起来还是相当的漂亮的啊。网红公路，那顶儿那挺有照片的，这叫网红公路，照片拿的挺照的，警察的车，但是挺的，顶上不愿停的，对，315网红公路，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啊，网红公路啊。看一看，都是打卡地啊！315国道啊，网红公路啊，就在这儿呢啊！看一看打卡地，网红公路啊，315啊，767处啊，767，网红公路就在这儿啊！走了，上不来了车。哎呀，打卡地啊，网红打卡地，这块不能停车啊！谁停车谁拍照，啊，罚200记三分啊！现在，啊，罚200记三分啊！看一看啊，这地方不能停车，赶紧走啊！200记三分，现在二五。茫茫大戈壁啊，丹霞地貌，这山，这顶爬上来啊，这大。高土山，丹霞地貌啊，
大土丘。哎呀，这路，这地方就是干旱，太干，寸草不生，山顶一棵树也没有，不生长植物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人居住。这是小彩蛋，应该是，那是大彩蛋，这是小彩蛋。